去年全球笔电市场呈现衰退，广达靠着云端业务逆势成长，成绩表现亮眼。那么对于下半年的营运，董事长林百里有信心，笔电市场需求逐渐回温，整体的业绩会优于上半年表现。云端科技逐渐成为主流，广达在股东会上公布亮眼营收，每位小股东可以分到现金股利3.8元。旗下云达科技业务布局从年初700人，现在已经增加到800到900人，还在持续扩充中。预估云端中心需求数量将成长20%，营收渴望年增40%。讲一下公司明年在云端就不能了。我们都会非常乐观。近来积极朝云端产业发展，脚步算是相当快。不过笔电产业成长趋缓，广达也面临营收获利脚步调整压力。很多很多变化的，也很多心理技术在那个换新，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变化，也很大的成长机会。好在 PC 产业逐步回温，预估第三季出货成长10%以上应该没问题。下半年进入旺季，营运将会优于上半年。另外，市场传出广达拿下 iWatch 组装订单，获得证实，下半年会慢慢放量，明年开始有获利贡献。林松重复台报。